Oh,
我怎样看得起他呢？大姐姐，对人家的情拍摄，伊安尼是为了我用心。今天这个家务，我的操心白忙，我身体问题。你放心啦，我跟你讲过，我只要健康，我好过，但好你努力打拼嘞。俺家一个命，不过要告诉你啦，大姐姐，你对不啦？多谢你听。在人生里，什么是你用心最多？要讲这人生里，这里要加分，你都会来得及呀！哈，我欠长内东啊，就是你欠我阿娘一杯啊，这边哪会来得及呀？哈，那我连你是我娘家嘞，当年火车我东家吃苦，可能我一个人我只应酬，啊，你的身体啊，运动我得消散了吧？透早我去做早工，中午也去做人哦，洗衫补天的工作。这个江山的生活，互你安尼手不离车，车不离手，我是来做唔甘的啊！啊，你不是同款，你这么正认真，始终有坚持的所在，小事袂离的。但我是真唔甘的，人讲哦，红西健康，就是好囝的健康，我当然要给你看顾啊！大姐姐，会当娶到你，是我三生有幸，你来要对我好唔好？这摆个不是我，你来看，都为为了无好，你给我指点，希望我往后会当改进。这是台湾话，伊老人家厝内变成咧做生意，伊能够伊老人家欢喜，所以讲来听会完。我台顶头有写了一百个誓言，我是单亲，顶头背后为了的在应接我。哎呀，相公啊，你来看，这个背后嘞，为了你为了微笑，跟那本书哦。华丽脸同款，可是你的手臂真好。搁再讲，丁冠斌，我袂衰小嘛会打拼，红色你的才华够多，你的青春我真认定。虽然哦，你骨啊深厚，我袂当真了解，但搁我相信，你写是绝对的。对啊，看你搞我老公的事，可是我感觉真惭愧啦。虽然讲，你都当人在咧推脸。财主，你还阁是屈辱我这故乡子弟，根本我这人在咧讲一句话是无底价，你无印象，就参像我是真爱损失啊！大嫂啊，唔通这么正失志，你还阁这么正少年，你头当个破山离异啊！如果若有贵人出去的，我相信袂甲你卖无面子的，我知影。我一摆我也是感觉意气消沉，就是我这好人变来给我孤立。其实你所讲，阿你的用心，我拢会当感受。我袂因为阿你心来失志了大，就是我人生的路不分艰苦歹行，你还阁有你的规划，我也甘之如饴呀。你来红包算来是共细呢啊，对啦。过去一几天，这台湾话在咧交代，收到你这厝在面前，既然当初我已经完成，我想讲，这是要来送来应当噶。你的人真有资历，伊人较惨欠啦。那安尼是，你着无去再断线，失去你着失血，也好，我哪会死去啊？卖我哪有得？夫妻两地待不孤单。我曾有花心。